回到我们台湾这个国内啊，当然这个7月1号韩国瑜跟侯友宜同框之后，彼此的互动大家显微镜在看，特别是你看到绿营嘛，光是一个椅子哇大做文章啊。当然这个蓝营之前也有所疑虑啊，不过谢龙介说什么啊，放心啦啊，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啦，你懂啊，对不对？两个人还有很多机会同台，这些质疑的声音会慢慢消失。那跟韩国瑜这个很亲近的王浅秋也说嘛啊，韩国瑜是有阶段性的考量，因为大家都说你韩国瑜现场为什么不就直接讲挺侯友宜，大家就是等你这句话嘛，但这句话始终没有等到。王浅秋说不要急啦，阶段性嘛，对不对？不要一下利多出尽啥，全代会之后一定会支持蓝军提名的人选。韩国瑜支持一个理念，支持一个价值，支持蓝军提名的候选人，这个事情不用怀疑，不用怀疑。所以大家等等那句话有没有？以前是等一个人，现在是等一句话，就是我韩国瑜支持侯友宜，就是希望听到他把侯友宜的名字讲出来。然后呢，这个侯友宜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个五大点啊。那当然他有讲韩国瑜，有人说他欠韩国瑜一个道歉。侯友宜讲话呢，就是绕来绕去。之前我们很多来宾就讲嘛，他的论述、他的结论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过程呢有点绕啊，绕来绕去反而会模糊你最后的结论，大家听不太懂。那要不要跟韩国瑜道歉？他就说他也知道韩国瑜当年选得很辛苦啊，那如果失败的话啊，都要自我省思，也会检讨。如果我做得不够好，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包涵。那他是做得好还是不好？好是什么呢？啊，然后他说相信哀兵必胜，这一仗刚开始，会全力以赴啊。剩下半年要赢回中华民国啊，哀兵必胜，这一仗才刚刚开始。另外，他抛出了这个五大主张哈，这五大主张今天我们看到有几点，这个讨论的非常热烈。我从后面开始讲，第一个撤掉 NCC 啊，这当然很重要啊，重要的不得了。第二个，建特侦组要查弊案，兵役恢复四个月，还有关于他的核能的部分，大家很质疑嘛，核二、核三延役，核四啊检验之后重启。好，这个九二共识我们昨天已经谈过，但是今天有更多的讯息出来，他怎么讲呢？哈，昨天谢大使就说嘛。九二共识支持就支持啊，你讲那么多干嘛？讲那么多大家都昏掉了，哎，就果然呢啊。他说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更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哎，你知道3-4行哎，4行你要看半天，对不对？所以昨天大家就说哦，原来，所以我昨天在现场就在讲啊，看完这个就想说哦。原来九二共识有这么多版本哦，不知道有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识，有一国两制九二共识，还有被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就你看看赖清德哈，赖清德真的很厉害哈。赖清德嘛，不是赖清德，柯文哲很厉害。柯文哲马上就说了，反应超快，有没有？他说我对九二共识本来就不清楚哦，侯市长说明之后更不清楚，啊，用玩笑话来形容，思思有两种，侯侯有三种。现在九二共识哦。有好几种版本，他讲的就跟我们节目中讲的一样啊，哦，有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有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听到他头很痛，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到纪大使昨天讲的，纪大使昨天一破题就说嘛，就说支持就好啦，是不是啊？然后当然，那九二共识，那柯文哲，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啊，记不记得2015年？这个8月3号，柯文哲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我对这个立场啊是表示了解跟尊重。到了2011年，他说国民党对中国，对中国战都不战就直接下跪投降，九二共识就是下跪投降啊。所以今天很多这个绿营用这句话来打柯文哲嘛，对不对？你柯文哲不是说九二共识就下跪投降吗？好，讲过都会有记录，你现在上网看，白纸黑字影音都有。那赖清德对九二共识的看法又是什么呢？6月4号他说，如果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所以亮哥你怎么看？千呼万唤之下，侯友宜还是讲了九二共识，但他也还是绕来绕去，绕出了三种。我觉得纪大使讲得很对啊，因为那一集我有看啊。我坦白讲，中国大陆也不是这样讲的啦，中国大陆是说现在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国各政府就要就台湾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那希望跟各界讨论。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说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九二共识只是让双方可以沟通、对话、交流。那一国两制是政治方案，因为他一直说他反对一国两制嘛，他把这个跟九二共识不因为卡在一起。民进党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那鸡飞城市嘛，就是在2020年在反送中的时候，蔡英文就这样打嘛，结果这样打赢了嘛，那很多人就鸡飞城市，以为就是这样。那事实上，当年中国大陆也不是这样讲的。中国大陆就讲说，希望两岸能够来谈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那这个台湾当然是反对的啊。那大陆并没有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啊。那结果这个鸡飞城市，连侯友宜也认为北京有这种说法，你知道吧？那至于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事实上就是前面那个啊。对啊，就是一国两制就九二共识啊，这根本就同一件事啊。是啊，是啊，所以我才说，谢大使讲的对啊。就是九二共识啊，那蔡英文乱搞啊，所以你看哈，把九二共识说成一国两制啊，他期待了好久，这是两个概念。他期待了好久，他说他讲了嘛，但你觉得这个讲可以加分吗？对于把这个深蓝找回来 ，OK？ 我跟你讲啊，选举不是讲了一个政策方案就自动得分的啦，你最好希望民进党未来一个月都一直打你啦，那你这样才会得分，就是你要进入作战状态啦。就是要么就是你这几个主张开始挑民进党挑战他，不断的跟他做对照，或者是民进党就开始批你嘛，然后你就不断的在回应反击，这样才会得分。事实上你每天去看网络，在骂赖清德的跟蔡英文的几乎都是柯文哲啊，他民调就是这样起来的。所以讲九二共识，我看到今天陆云第一个去骂柯文哲啊，那就是人家故意不理你啊，就变成这样了嘛。我跟你讲啊。选举事实上就是最忌讳的就是被忽略了，而不是跟人家交战。交战是好事啊。事实上，你认为柯文哲有非常明确的政策主张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啊，他到金门，然后因为陈玉珍委员也在，那个县长是民众党的嘛，然后他就说他支持金厦大桥，对不对？那接下来他有讲什么支持法吗？没有啊。空的，对不对？那民进党就一直打他嘛，那打他打到金门的人都觉得柯文哲不错，就是这样啊。所以选举就是一个不断被强化印象的过程，然后你反击对方，然后更多民众听到了，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比如说民进党如果来打说你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啊，那我就反打你，我说九二共识才能够避战。你没有九二共识，你告诉我你怎么避战？你要告诉我嘛？我说你要反击，要这种打法了，哦，这样你才会得分呐。那逐渐的，人家就知道说，哦，原来九二共识有一个功能，可以避战，哦，可以带来和平。所以，我主张九二共识是为了和平，为了避战。那请你民进党提出和平跟避战的方案嘛？你的方案就是备战，他说备战才能避战。所以我说很多都是这一种梗哦，你知道选举到最后为什么老外美国人会说都是一些 sound bite 哈，或者是好像不断的在织布机这样一直对对对一直织啊一直织啊，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五点不够嘛，对不对？他要不停的这个不停的打仗嘛，哦，比如说核二核三研议，你就要开打对方啊，说你不研议你怎么会有电？对，你就要开始打嘛，因为。他之所以这样主张，一定是有他的内涵的，就是认为会缺电嘛，所以你就要一直攻击他，你会缺电，你不研议你一定会缺电，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检验他的太阳能光电的成果嘛，进度严重落后嘛，对，而不是告诉大家我的主张，不是他要去攻击，对，要作战，要进入作战模式啦。我跟你讲啊，特征组也是啊，对啊，所以你就是因为没有特征组，所以你什么什么案你都不敢查嘛。